这么小小的一块屏幕居然拥有那么大胆的想法，我说的就是 iOS 16的前台调度。在这个11寸的屏幕上面，是否大家都觉得很尴尬？当然了， 12.9 的傻大个用户除外。事实上我们都误会库克了，我们只需要轻轻的给它插进去，哎，来了，再拿出我们事先准备好的键盘和触摸板，哎，效果是不是就出来了？当然各位不必在意我屏幕两边的黑边，因为我这显示器是带鱼屏的， iPad 还理解不到这么先进的东西。那如果我连接的是这块55英寸的显示屏呢？那如果我再抱着这个玩意儿坐到那里去呢？值得注意的是，各位尽量选择 Type-C 转这种 DP 的连接方式，因为我实测 Type-C 转这种 HD Mini 效果没有那么的好。说了那么多，我想我的意思已经表达得很明确了吧。